大家好，又是我美少女马神 Elsa 谢永瑜啊！啱啱嘅星期六咧，杜拜就举行世界杯赛，好多香港骑师亦都去咗参赛噶，想话为港争光咁啊！而嗱，香港嘅大家咧，亦都冇偷懒噶，积极备战下星期一嘅赛马日啊！而今次我自己就最睇好第五场玉城群区呢一只马咧，上次系1400米啦，由史卓峰拆骑就赢马噶，今次原班人马再出嗱，摆明就想赢多次啦！而且咧上咗1650米咧，冇用到配备就只系跑过第四啦，今次咧就用翻上次赢嘅配备，摆到明咧就想再赢多一次啦，即排嘅一档咧就有利发挥啦，加上排位招由史卓峰亲自操练啊，今次玉城群区赢得啦。循翻我哋今次美少女马神嘅心水先，第五场12号嘅玉城群区，想知道我哋美少女马神下次有咩心水，记得留意我哋东周网美少女马神啦。